们好不容易脱离这个艾恩格朗特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等一下，有一个人过来了，我来问问他一下。他发出了一些诡异的叫声，离我远一点哦，这位太太。哎，有士兵哎。选一下这个路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走路的方式怎么不太一样啊？要过来啊，亚斯娜，来保护你。现在过来了，再过来我对你不客气。他们好像是受到感染了，这是丧尸的一种表现嘛，对不对？是那立法，准备战斗。我们应该怎么离开这个区域啊？我们去前面看一下。前面有一辆救护车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。要过来，我可以获得一把手枪。那手枪怎么用？是这样设计的吗？奇怪，怎么杀死他们啊？哦，要打头部，亚斯娜，打头部。算了，我换回我的刀了。走开，离我的亚斯娜远一点。呀，还活着，生命力怎么那么强啊？死吧你！想干什么？我打到亚斯娜了。好，你还没事吧，亚斯娜？快，我们离开这里，走开啊！立法，来，这给你。前面有一艘船啊！快快快快！这艘船怎么回事啊？这样怎么走？啊，我知道，它应该是有洪水过来，然后船就立在这里了。看到对面有一艘船啊，亚斯娜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去开过来给你。
快上船哦！亚瑟娜，快点啊！先后退一下。哎，等等等，这水也太浅了吧！他们要追上来了。前方有一栋房子，你去看一下哦。走，跟我下去看一看。哦吼，哎，这边有只狗狗，它的名牌上面写它叫小茶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家吗？我要进去喽。哎，上不来吗？这个门锁住了，那你们等我一下，进去看一下。OK， 这边有一些东西可以用。主人不在家的样子。后面有啤酒，一些食物，汉堡。里面吃一下东西好了，有些枪可以用。里面的东西我搜刮完了，走吧。这个门应该没锁吧？从这边开，来来来，立法。哎呦，这台车子是我梦寐以求的车哎，可以开吗？等一下，这条绳子是什么？不会是来荡秋千的吧？什么啊？跳不上去啊？亚斯娜，快过来！丧尸过来了，真是不得闲啊。丽法，你出不来吗？我来帮你开门。这样子，快，我们上，快上车！枪可以移动哎，啊，立法，这是两人坐的，你上不来啊，等我下啊。保护你。这样我不就要换车了？这台车太好玩了，不如你一个人坐那台机车吧。哎，谁准你躲在我旁边的？不行，枪声引来更多的丧尸啊！哇，你好强哦！快快快！我们必须要离开这里，我们再坐那艘船回去好了。呵，啊哒，呵呀，一直不断来啊！好，我去开船，我去开船，快快快快快！
Let's go, let's go。哎，那只狗怎么不见了？它刚才在叫，不知道干嘛。找不到它，算了算了。哇，这里好多车！快，我们选一台车吧。这什么直升机啊？是我不会开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武装直升机耶！这是我书桌上面的那一台，可是完全没有开直升机的经验啊。立法你会吗？啊，斯纳你会不会？可是他这个是两人坐的，我们三个人的话坐不下啊。这台应该可以吧？立法你坐后面。这么坚持，你一定要坐我旁边哦。不行啊，这两人坐的，算了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好了。到底是树还是树丛啊？还是草丛？我分不出来了。啊，那有四人坐的，应该 OK 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快点啊！啊，这次要换立法坐旁边啊。好，我们要离开这里，快点！顺着这条路应该就可以出去了。红人，我等你很久了，来帮你。晚上他们的血量提高了，那我们快开车离开这里。你们应该饿了吧？先帮你把附近的丧尸清掉。做了新招式哦！
哎呀，按到手机了。我们进去拿东西，然后是洋芋片吗？还是这个波特多？啊，饮料，罐头类的，我多拿一些好了。哎，我怎么按到夜视镜啊？这怎么关啊？算了，这可以看到。看不到敌人，这好亮哦！哎呦，他们进来了，把他们赶出去，快点！快快快，我们先出去好了。哎呦，我打到你了，不好意思。你们先上面等我啊，我来处理一下。Nicely done, sir. 对我来说是 piece of cake。去吧，再一次，你们不要下来观看啊，小心我打到你们，想过来再。得罪奶奶就不好过啊！抓过来丢，干什么？是谁？我打到人了，是雅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这招对付你们就够了。远了一点啊。好，经过一夜的折腾，我们终于把这边附近的丧尸全部清掉。哇，看着这蓝蓝的天空。